给你个奥斯卡。哦，谢谢二人呢。不客气。嘿，小姐，看见没有？才开始，我的手机到一张斗罗大陆卡牌了。俺妈永远给你，也不给我。肯定是我最近表现好呀、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次集卡片啊，肯定我比你集的多。你别着急、啊，这才刚开始，你别狂妄啊！等会儿肯定有小伙伴来给我送卡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胖丫，是不是给我来送卡牌了？不是嘞，我来给东东送卡牌了。啊！嘿嘿，谢谢你，胖丫。不用谢，给你一张小五卡牌。嘿，小姐，看见没有？我现在两张卡牌了。我走了。好嘞。难道真没有人喜欢我给我送卡牌吗？姐，你是来给我送卡牌的吗？哎，妹妹，对不起，本来我是有机会得到一张卡牌的，最后还是没得到。咋回事啊？是哪个有卡牌？哎，小精灵，哎，你有斗罗大陆卡牌没？卡牌，你要卡牌干什么？是我把俺妹妹手机斗罗大陆卡牌了。啊，我最不会的就是猜谜语了，那要不然你说来听听。好，你听好了，唱歌不用嘴，声音真清脆，嘴尖像根锥，钻吸树枝水，猜一分钟。嘿，小精灵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，不就是蚊子吗？不对，你家蚊子钻吸树枝水啊，你的智商还没我高嘞，再见吧。啊，难道不对吗？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去别的地方给俺妹妹收集卡牌吧。所以说这个谜我没猜对，小精灵也没有给我卡牌啊。那你再帮我去别的地方收集一下吧。那好吧。哎，小姐，你这都输定了。谁才不会嘞，哪个有卡牌啊？哎，小朋友，咋嘞，叔叔，你是看我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这车子没有电了，推半天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啊？帮你推车子，可是我得给俺妹妹收集卡牌了呀。乖乖，你不能帮他推车子，你帮他推车子的话，你就没有时间帮小青收集卡牌了，小青就会输掉了。乖乖，你不要听他嘞，你看这个叔叔那么可怜，天又冷，他回家困难的很，你一定要帮助他。嗯，那好吧，叔叔，我帮助你。哦，谢谢你，你过来帮我推一下是吧？好，你扶着吧，我给你推。啊，小朋友，你真是太好了。没事，帮助你是应该的。嘿，小青，我现在有五张斗罗大陆卡牌了，你一张都没有嘞。我这次真要输给你了。妹妹，我回来了。姐，我的卡牌你给我收集到了没？妹妹，对不起，我刚才送一个叔叔回家，来不及帮你收集卡牌了，这次真没办法帮助你了。这样啊，没事姐，输就输吧，那是因为你去做好事了。嘿嘿，这一下我该成咱庄的斗罗卡牌王子了。嘿嘿，妹妹，对不起，让你输了。没事姐，虽然我没有卡牌，但是你的行为小伙伴们肯定会给你点赞了。真的吗？小伙伴们，我这样做对吗？